登上一周头条。今个星期六沙田马场游客免费进场啊！佢对我哋无微不至，佢不求回报，但求我哋开心。阿佳，你为咗母亲自然吟嘅诗，实在太感动啦！各位伟大嘅母亲咧，当然咧值得我哋吟诗作对啦。不过对象仲有马会噶，事关啊，佢将赛事咧编排嚟紧嘅礼拜六举行啊，方便我礼拜日陪我妈咪过母亲节。系喎，讲开又讲啊，除咗香港嘅马迷之外咧，马会对外地嚟嘅游客都唔错嘅。事关喺今个星期六，游客只需要出示护照或者其他有效旅游证件，就可以免费去沙田马场观展。到时仲有精美礼品同埋优惠券送俾大家添。想知多啲详情，可以浏览马会网页噶。讲开星期六嘅赛事啊，今次有份上阵嘅骑师之中，以拍宝跑田草狮跑道成绩最好，得过六冠九亚八季。其次咧就系杨启堂，希望各位游客啊，到时凭住呢啲资料留翻个美好回忆啦。喂，阿佳啊，我买咗只表咧做母亲节礼物啊！哇，捞嚟嘅喎，好啲新意。咁你又送咩啊？呢样吓，杜丽来签名相。冇错啦，杜丽来咧系我妈嘅偶像嚟噶嘛，仲系咧今集一周头条嘅主角添啊！事关佢喺啱啱过咗个礼拜日咧，同柏宝同埋郑裕田咧咬手骨，赢咗骑师王，仲赢埋啊再讲第三啊长头马添啊，简直 man 到爆啦！呢张相，我妈妈一定喜欢的。系咪真签名嚟噶？睇下。当时天打军事精干，空襟百千丈，眼观万里长，誓奋发自强，做好汉。大家好，今集骑练名气佳咧，预测人名笔画总数是36画嘅骑练咧，大有机会突围噶。好似杨启堂咁，佢今季同师傅苗礼德继续合作愉快啊，赢过12冠、10亚、10季。今次佢又有苗寇嘅好马在手，两人分分钟再次合作建功啊！今个星期六沙田有日赛，唔知马迷有啲咩心水呢？苗礼德嘅烽火神驱跑呢个路程好拿手。四次赢咗三次，我睇好佢噶。喂，你净系吟诗同埋送相俾妈咪咧，出手会低咗少少咧。所以我打算咧，就临翻屋企睇星期五晚11:20嘅运操胜券，等礼拜六有进账之后咯，再送份大啲嘅礼物俾妈咪咯。嗯，咁我哋祝天下嘅妈咪母亲节快乐，下集再见，拜。